你做的都是什么呀？啊！我怎么跟你们说的？我要的是能够全面超越前两稿的设计。你们做的是什么？啊！我要的是超越，是灵魂的东西。你们这叫什么？这叫微调。微调谁不会啊？微调我一晚上就能做出来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侯总，全面的超越一定会动到结构里的，让大家拿去下去做。交上的也只有这些。目前公司现有的设计师里，结构能力强的没有。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？公司没有人去外边找，到外边找高手回来做。我们已经找了，而且真的找了一圈了。很多人听说包小涵辞职的事情，都不太愿意过来。你现在怎么办？最快的办法就是把包小涵和侯爵请回来，哪怕请回来一个也行。自从侯爵出走后，老侯总发现儿子虽然不成器，但并非一无是处。比如侯爵之前操刀的设计方案就没人接得上手，情急之下无人可用的侯总又把脑筋动到了包小涵身上。